佛陀曾经开示他的弟子说，如果你们不能依照我的教言而行，即使我活了千万年，于汝何用？如果你们能依教奉行，亦如我永久住持。你们要坚定信仰，皈依法，依法而行，不皈依其他。你们要精进修学圣道，解脱烦恼，住心不乱，这才是我真正的弟子。